谢谢。小乔。嗯，我们认识。高子睿，你还来过我生日呢，你不记得了？月，不好意思，他认错人了。高子睿啊，不是。这里之前最后就是跟他在一起，他肯定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安抚你。小小啊，那天晚上你应该是喝多了断片，要不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你和你的闺蜜何雨林一起来陪我过生日，然后你那个该死的表姐林佳不到十点就打电话催你回去，你又要走了？走不了，心里有数。我就只好把你送到门口，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你，就这样看着我，然后我们彼此都觉得就是今天，就在此刻了。我就拉起你的手，跑回酒吧，我们一起进了性别友善厕所，然后我们就……然后呢？然后就这样了。然后呢？还然后？这公共场合不太合适吧？然后就……是这样吗？你想起来了？怎么会想不起来呢？然后那天晚上喝酒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都展现过平行世界的概念，主人公误入平行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存在着另外一个自己，做着不同的工作，过着不同的生活。虽然我们无法证实平行宇宙的存在，但是说不定有一天我们能找到进入平行宇宙的办法。糟了，我不是我了，是平行宇宙的我。不行，我必须得回去。瑞瑞，你和杰克的事情被旁边的一个乘客投诉了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嫉妒。不过呢，你别担心，领导是不舍得让你走的。不用了，你跟他说我不干了。
被车撞一下会不会？不用害怕，痛一下就完了。为了回家。算了算了，万一佳敏回去人就挂了怎么办？还是再想想别的办法吧。你这什么垃圾啊？啊？垃圾要分类啊。你是第一次丢垃圾是吧？垃圾分类都20年了，你要不知道，回去问你老婆去。老婆？对啊，只有他能给我那种可以回去的感觉。哎，大姑，谢谢你啊！我现在就去回家问我老婆。要是光接吻也不行的话，难道要？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呀？倒是比撞车更值得一试。小小我来啦！管你是小小还是 Jackie， 没有我高子睿搞不定的女人。老板好。Jackie， 这是今天下午 meeting 的资料，但研究进度还停留在 last week。许香，拿出新的数据再来找我。OK OK。技术员怎么样了？要是再没有合适人选，你这个岗位也可以招人。里面已经有人在 waiting 了，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马上给你叫 next。OK。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工作，是我从小到大的梦想。我特别崇拜像 Dr. Dai 您这样的科学家。你叫我 Jackie 就可以。你不能进去。哎。Sorry 啊 ，Jackie， 这个人他不在名单上，但是我马上叫 security 啊。不用，你先出去吧。啊？出去吧。这个老师，您在 science 发表的。你先回去等消息吧。你不是有工作吗？来这儿干嘛？哦，原来是研究脑科学的公司。哇，我辞职了，因为我突然对脑科学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。Interesting。那你说说你对脑科学的理解吧。编瞎话最拿手。我认为脑科学是一切科学的顶峰。人可以失去四肢、躯干、心脏，但只要我的大脑还在，我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召回来。看来他相信了。有女朋友了吗？啊？27了是吧？近几年有结婚生子的打算吗？招技术员还要考察这些吗？公司培养每一个员工都是需要成本的，我当然需要全面了解你再做决定，对吧？放马过来吧。美女，我不结婚不要小孩，我听课。能接受出差吗？能，我非常喜欢坐飞机。能平衡事业和生活？事业没有，我事业心很强。如果面对客户的时候遇到一些特殊情况，你能胜任吗？特殊情况？比方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要是客户对你提出非分要求，你能处理吗？我可以说是非常善于应付这种情况了。我的问题问完了，谢谢。下一个。下一个？不是，我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改啊。小子 ，Jackie。你干什么？住手！你干什么？出去！你快去 ！Jackie， 你听我说，这个公路。要我怎么处理啊？我要那个男人的全部资料。